熟。你不仅服务没有到位，还把我看光了，你是不是得赔我精神损失费啊？有你这么讹人的吗？再说了，是你扒拉我，我才不小心摔下去的，又不是我故意的。可是我全身上下都被你看光了。哼，你有什么好看的？干巴巴跟电线杆似的，搞得我还很想看你啊！切，干巴巴，我哪有干巴巴？算了。我这次就不跟你计较了，赔偿费也不必了，下次注意点。机量122，怎么这么少？告诉我，村里刚通网吗？现在谁还看这种听频？占个楼，哼，楼主给你一个不成熟的小意见吧，别再画那些清汤寡水的东西了，来点半走慢吧。闭嘴！你们都给我闭嘴！你们能不能别做键盘侠？我觉得楼主画的很好，这种温情的小故事我非常喜欢。怎么了？借你电脑用一下。
好了，谢谢。不用客气。看来你对我这干巴巴的身材印象很深刻。你是猪吗？早上好。好。辛苦了啊！晚上呢，请大家吃饭，好不好？好，谢谢经理。杜经理，安心啊，好久不见。这个专门给你留的，谢谢。晚上吃饭你一定要来啊。嗯，好不好？嗯，你忙。哎，经理。安心姐，我是新来的小徐，我敬你一杯，以后请多关照。嗯，请多关照。安心，他不能喝酒。我能喝的。这杯啊，我替他喝。啊啊！来来来来来。车到了。哎，走了走了，拜拜。走了走了，拜拜，经理。哎，拜拜，明天公司见啊。好好好。好。哎，安心啊，你家住哪儿啊？我送你。哦，我家挺近的，地铁口。直接就能到家。这离地铁口很远的，你一个人我不放心。走，我送你，走。走啊！啊，快！杜经理，我家就在前面，我就先回去了，谢谢你。不用一直叫我经理经理的，以后你叫我杜明吧。我还是叫你经理吧，我觉得这样比较礼貌。那我先上去了。哎，安心，我觉得这段时间你每天又是送快递，又是闪送的，很累吧？要不然你给我打打下手，记记账什么的。啊，不用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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挺喜欢我现在这样的生活的，我也挺喜欢这份工作的。我先回去了。哎，安心，你等一下，我有东西给你，等等。嗯，我怎么有种不祥的预感？老土，安心，我喜欢你。从你入职的第一天我就开始喜欢你，我现在借着酒劲才敢说的。出差的这段时间，我每天都在想你，我知道有点突然，但。请你给我一个机会。我有男朋友了。啊？什么时候的事儿？就前两天。他人在哪？不会在楼上吧？啊不，你俩同居了？不是，我们是异地恋，他在国外。那就说明我还有机会。来，收下。哦，你收下。那我先走了。哎，不是，杜经理，那，哎，去吧，啊。
我记得家里有两个花瓶，你有看到吗？没有。你今天心情挺好啊。一般嘛。你干什么呀？脸那么臭。屋里臭。没有啊，还有一点阵阵的玫瑰花香，挺好闻的。现在已经11:20了，你耽误了我20分钟睡觉时间。如果你下次再回来这么晚的话，你就要赔偿我的睡眠时间。你也可以选择。选择什么？选择睡觉。神神叨叨。醒了，盖着干嘛呀？会坏的。招蚊子。招蚊子？哪有蚊子？有啊。那盒子里是什么东西啊？等一下。按您吩咐，德国进口轮椅，试试。德国进口。这看起来也不太结实。怎么可能啊？你看，你主要是看这儿，这是精细的设置，还有这个流畅的线条，简直就是完美。而且它就是方便折叠，而且很轻巧。这个我腿没瘸，我都想做。你要不然试试看吧？哎，怎么样？这还是个手动的。手动的。你这个腿刚好不是瘸了吗？没办法运动，你就当做是健身了，对身体好。那你看，现在呢，我总共就欠你108,800块，同意吗？你这钱，该不会是花在你这德国进口的轮椅上了吧？聪明啊！自从你来了之后，这水费、电费、生活费，好多费用不停的在涨。我有困难吗？你理解一下啊！你试试呗。哎呦，忘了。转转吧。怎么样？
是不是感觉还不错啊？看看窗外吧。你要习惯用这个，你先好好试试啊，我去扔垃圾。来，啊，把那花也扔了。怪浪费。是顾星啊，干杯。哦，莎莎。哦，不好意思，把你看成我的初恋了。为了表示歉意，可以请你喝一杯吗？这男单身手段还真的傲气。何必拒人于千里之外？你干嘛？你怎么还打人呀？哎，保安，这人打人，快把他抓起来！哎哎，你们抓错人了！小胜，哦，你就是小时候那个吵架吃香的小毛头啊？好久不见。好久不见。一只老虎，面前有五个山洞，那每个山洞里面都有一只羊，但他只进了第二个山洞，你知道为什么吗？因为第二个山洞里面的羊比较肥。不是，因为他想进哪个山洞就进哪个山洞。这是笑话。今天散步逛商场，有个抽奖活动，他们送了我两张电影票。您运气这么好啊，还能抽到电影票？那你自己去啊。我一个人用不着两张。也对啊。那给我一张吧，帮你挂在闲鱼上，能卖出去。不用了吧，也卖不了多少钱。苍蝇虽小也是肉。要不我送给你吧。周五晚上八点的电影，你那个时候应该下班了吧？我没时间。周五晚上八点的电影，来不来随你。安心啊，我们可能又要晚点下班了。为什么？刚才又通知有批货没打包好，但你看，菲菲、小妍他们都已经走了。
可是我今天……姐，我求求你了，不要让自己一个人加班。我只能陪你待一会儿。好好好，没多少，咱俩一起很快就弄完了啊！好，谢谢。先生你好，您要的爆米花。谢谢。你好，您需要什么？没看啊，一个人看没什么意思。有一个同事他没事，走吧。哎，等一下，你等我一下。你想看的电影怎么能错过呢？这个就当做我请你看，算我的。那走吧，我帮你拿。我扶你，慢点啊。安心，没事了，睡吧。
晚安。安轩，没事了，睡吧，晚安。晚安。真走了吗？他昨晚没说出口的话，难道是告别吗？电影票是他安排的临别礼物。安心，你发什么呆呢？嚯！哦，凤凰小区是吗？嗯。你怎么了？今天一天都心不在焉的。没事儿，估计是没睡好。好心人，可怜可怜我，赏口饭吃吧。可怜可怜我，赏口饭吃吧。好心人，赏口饭吃吧。可怜可怜我，赏口饭吃吧。好心人，可怜可怜我。小严，我家里突然有点急事，要不我们调个班吧？发生什么事了？家里猫丢了。你还养了猫？就是从小陪我一起长大的猫，腿脚有点不好，突然就丢了。你能不能跟我调个班啊？嗯，好。德文，你有没有看到上次那个把你的啤酒砸碎的那个男孩？没有啊。哦，谢谢。好。行，陪他们玩去吧。好。小医生，臭小子，还真是你啊！你这腿还行吗？没事，你倒是挺聪明，一下就猜到了。那当然，除了你，谁知道我每周三来福利院啊？除了你，谁那么变态用算术题给我看信息啊？我给你的东西收到了吗？啊，这儿呢，检测报告。谢了，钱包拿来。拿来。我找艾丽还你，那可叫啊！哎，你这腿真不用我给你看一下了？你的意思是，我父亲要把这5%的股份给这个女人？没错，今晚已经不在世了。根据法定继承，这些股份会转给今晚的女儿。女儿？难不成是老爷子的私生女？是不是私生女我不知道，但是董事长一直在找我。也就是说，只要有了他这5%的股份，继承人的位置就不用老爷子来给了，对吧？那我哥也知道这个消息了，是吧，程律师？那我是谁？你不知道自己是谁了？姓小费，让拿单子取药。谢谢啊。你好，你电话给我一下。
谢谢。喂，哪位？是我。林总。你没事，我就放心了。林芳的人那边有动静了吗？林芳总那边的人跟了我一天了，不出意料的话，其实跟他肯定脱不了关系。有证据吗？暂时还没有。那我先不出面，静观其变，等于上钩。你现在在哪儿？我去给你安排住处。不用了，我找到老爷子要找的人了。30万，你讹人呢？那就报警吧，肇事伤人可不是什么小罪。所以要不然你住我家里吧。小八，我的牙刷呢？我上厕所的时候不小心碰到了，掉马桶里了。什么东西啊？牙刷。你好像很有感触啊。因为我就是杨子。幸好她不是老爷子的私生女。是我，最近怎么样？之前公司防火墙遭受到匿名黑客攻击的事情，我们根据您提供的 IP 地址已经追踪到了对方，是林芳总那边搞的鬼。嗯，不用担心，防火墙我已经修复好了，一切按计划进行。对了，一家叫做菲特的新电商公司最近一直在挖我们的人。他们扬言从优异跳槽的人可以得到双倍的工资。鱼就上钩了。还有林峰总最近一直在找人调查赖欣小姐。他查到了什么？目前还没有什么。盯紧点，务必不要让他发现安心。好的，您放心。天哪，我没啊！
你没睡为什么不出声啊？我就想看看你大晚上不睡觉想对我干嘛。我想对你干嘛大可不必。一起喝。这是我的。开惯这种体力活，就我来帮你做。好啊，那以后家务这种体力活也交给你做，好不好？我发现你是越来越嚣张了，要不要我提醒你，谁才是债主啊？我只是开个玩笑，随便说说的。不过你这一副愤怒小鸟的样子，看久了还挺可爱的嘛。愤你个头！方总，今天看到一个疑似林月的人，但是跟丢了。